这首歌送给所有长大了的孩子。我想跟你交往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能给你幸福。那是你能给我的东西，我能给你什么呀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为什么要给我幸福？咱们俩这是第一次见面，你是一见钟情吗？我就是想继续听你唱那首歌。那个歌是我给我男朋友唱的，你觉得我还能接受你的幸福吗？我曾经在同一年给同一个女生写了上百封信，所以我不相信有了初恋就不能找到其他的幸福。对不起啊，我还是没法接受你的幸福。我理解，毕竟咱们俩只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。我要是追你，会打扰到你生活吗？那倒不至于，不过结果还是一样。陈老板还是吃不惯南方菜。陈总为了我费心了。我师父经常跟我提你，说你啊是他最看重的人才。当年赵三金的儿子不也差点被你给。说事儿。不然让你背叛赵三金。就算赵三金不及前嫌，这金海赵甲第哪天子承父业？徐大老板这位置，你太操心了。赵甲第在海城上大学吧？要是哪天他在你的地盘上出点什么事儿。办。